爸爸今天买到了全联的福袋，我们一起来拆开来看看吧。好，哎呦，开吧。哎呦，来，把这个拿掉。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它是用那个，这个是购物袋吗？可爱的红色喜气的购物袋。把这个拿掉。然后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嗯，头奖保时捷。哦。好，又要把东西拿出来吧。把东西拿出来。一样一样哦，慢慢来。这是糖果吗？看，这是糖果。哦，虾饼。虾饼。哪一个是糖果？等一下哦。然后这是。这是什么？记事本。记事本，我拍一下。啊，后面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是有红包袋耶。还有兑换券。妈咪，为什么还没有糖果？好，还有什么？然后还有鱿鱼丝，鱿鱼丝，把它看看，哇，这是几千万？这是一千万，一千万的鱿鱼丝。对，好，那为什么没有糖果？没有杯子，杯子，不是杯子吗？那个不是吧？米量杯啊，米量杯，好，还有这是什么？哦。哎，这个阿华田吗？然后还有一个，这是白兰氏基金。基金。嗯，一包米。一包米。还冬米。妈妈，我吃出来了吗？稍等一下哦。然后这个是巧克力。对，这是巧克力。哦哟，巧克力。猴糖。猴糖。猴糖。要不要吃吃看？嗯、然后还有，这是什么娃娃吗？一只娃娃。爸爸，你吃吃看、啊。这是那个全年的零钱袋吗？爸爸，你吃吃看呢、啊。我这个等一下再吃啊。我拿给你。你要拿给我吃哦。这人怎么最后人呢？要你蹲着啊，蹲下来啊。蹲下来，开才看得到啊。红这是什么？这是红糖吗？对啊，肚子痛的那一个、啊。肚子痛的。喉糖。喉糖是肚子痛在吃的。对啊。你怎么？这两个红在一起、哦？我看，我看。它就会消灭。这是。它就会消。它得把它塞进去啊。它就会消灭那一个坏菌的。把这个塞进去哦。哦。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看一下这些有拿哪一些东西。哇，这样一包是200块钱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糖果。有啊，只是你不能吃而已。为什么？等一下妈妈再拿给你啊。六，你前进一点，跟大家说新年快乐吧。新年快乐。然后恭喜发财。恭喜发财。还有猪什么？玉，玉，跟大家说拜拜吧。拜拜。爸爸，你要不要吃吧？我可以脱掉帽子。